今天来吃现炒黄牛肉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收入汁儿。不管了啊，先来一勺，我估计这个得超级下饭。挺辣的呢，这个是湖南菜，这个肉质也特别嫩，然后刚一吃就吃到那个辣椒的那个味道，一下就直奔嗓子眼。这个应该拌到饭上，来点汤汁儿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辣椒佐料这种。香喷喷黄牛饭，哇，这个真的超下饭，哇，嗯，哦，超喜欢这个辣椒。这米饭特别香，粒粒分明。这也是辣辣的。真是特别符合我那个重口味，辣椒配菜，然后一起尝尝。但是我不想吃鸡腰，姜、葱姜、辣椒，还有一些麻椒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叫忘了，反正这就是鸡肉。我来尝试一片姜，这个鸡肉做鸡肉的时候一定要搁姜，吃了，嗯，是我能接受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。这是一个小米土豆丝，这土豆丝里面有小米。这个是韭菜还是小葱？都是辣辣的那种。哇，嗯，我这个特别有土豆的那个味道，虽然没啥肉，但是也超级好吃。这个直接吃就行，不用配饭。
哇，这个这个泡饭，这个泡饭超级好吃。我这一碗饭快吃完了。糍粑那种。软软糯糯的。我之前买的那种小的就炸的。不对不对不对，大风突变。怎么豪迈呢？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辣的。底部开始出油了，这玩意更香。头一次吃这么多姜。做一下，酸奶喝什么酸奶？今天点的特别成功，五号。今天，如果生产的，